She let you know who the secret of mine last night. Yes.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齐头粒子。人的际遇真的是非常奇妙。前不久，在某一间彩券行，我看到了一位阿伯。这位阿伯先生也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对他有了一点点好奇，所以我就稍微悄悄地观察了他一下。只见他站在彩券行的墙壁上的彩券前，慢慢地看着彩券，然后不时翻着手上的一本类似这个日历表，只是他的日历表不像我这么看起来仿佛和今年的差不多一样，其实这是2018年的，也就是说那本日历让他翻到几乎快翻烂了，里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以及他所看得懂的特殊符号。只见他不时看着日历，然后对着彩券行墙上的彩券张望着，久而久之选一张，久而久之又挑一张，
然后结账，走人。这位阿伯先生到底有何玄机？姑且不论，但是他让我猛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一件事情。这里容我先卖个关子，我要说的是，俗话说“天公疼戆人”，也有人说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”。这两句话看似矛盾，却又真理不破，所以我把它归纳于另一句俗话：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要知道，当你买了彩券之后，就是做了一小点的公益，至于中奖与否，就看你是不是提供疼爱的人。还是你是那个准备好的人。言归正传，买彩券是用挑的，但是这个答案众说纷纭，各有千秋。有人说，看个黄道吉日，选个良辰吉时。财神方位，在东，在西，在南，在北，走出去买。也有人说，凊彩一间入去，看到就买，安尼就对啊。但是我把这两种情形都归纳是在糊弄你的说辞而已。就像读书时候，考试第一名的跟你说。我昨天都没看书啊，我在看电视。对，没错，他昨天没有看书，在看电视。但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是，该准备的功课，他前天就准备好了，所以他昨天没有看书啊，没骗你啊。但是他就是糊弄你。所以听懂我为何说。挑日子，凭感觉是糊弄的意思了吗？真的言归正传，相信现在正在看我解说的你，一定也都有在看其他的 YouTube 频道上的刮刮乐。台面上这里也有两张刮刮乐，看出玄机了吗？一张没中，一张。有中，那么你看了那么多 YouTube 频道上的刮刮乐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能有什么感想？就跟看电视、看电影一样啊。但是，想必各位一定忘了。7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《大家乐0099发大财》，描述70年代那时候，全台湾是如何着迷在找名牌、找大家乐的号码。如果想知道详情，YouTube 上有那部电影，自己去看，我就不多说。啊！你说你的年代离70年代太遥远了。不，70年代是要解释给年长一辈的观众听的。至于80年代的你们，说给你们听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数据，也就是说。数据往哪走，钱就容易流向哪边。通常我们去买彩券，可能就是乱买一通，看运气。
但是看 YouTube 去买彩券的人，最起码会挑尾数，会挑尾数只是基本，还有人会看尾数兼挑单双号，而这不是只是简单的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尾数，也不是说一三五二四六单纯的单数偶数，而是刚刚说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你用了多少心在准备？你的午餐就会有什么样的菜色来对应。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，等一下你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。单单只凭零到九就能打通关，吃尾鱼大餐，说起来你也不相信。所以，看了那么多 YouTube 频道，却说不准的比比皆是。气噗噗之后，说不定还去按个负评。但是，也不能怪他们啦，就是不准啊。毕竟，你如果光看 YouTube 准备，看到最后面，你一定会搞得焦头烂额。毕竟人脑不是电脑，大数据想用头脑来分析，那是自讨苦吃。所以，首先就是简单化，一样，零到九，一样，单双数。但是，差别在于，墙壁上的彩券那么多种，你不要太贪心，只选一种，最多两种，去研究，去下功夫，然后记录下来，久而久之，前面说的那个阿伯先生让我好奇的那本日历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这样，起码你会像老手一样，一进彩券行，就只专注看在某些彩券，甚至简单问老板哪种彩券，还有没有那个尾数的号码，有。都给你，没有，转身离开，而不是在那边选这张也犹豫，选那张也很喜欢，这个状态是等你领奖领到怕被做记号的时候，才要扮猪吃老虎演的戏码，懂吗？就像那个第一名的跟你说，我昨天没有看书，我昨天没有看书，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说要虎咯？然后光凭尾数零到九，单双号就天下无双了吗？我不告诉你，我只跟你说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做了多少准备，下了多少功夫，就看你的造化。俗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要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。就像 NBA 的林书豪一样，是林书豪在 NBA，不是林书豪的教练。
不是林书豪的老师在 NBA。 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吧？我可以偷偷稍微透露一下，难道零到九单数偶数你就不能自己向上进化升级吗？变成零零到九九，单单双双。来，请看手机上这个号码，尾数087，中100。再看这一张，尾数087，但是没有中。为什么？一样都087啊，但是有没有看到087之前一个是0087，一个是9087，了解吗？另外还有一张，钞票满天飞，013，这一张中1000，有刮的人都知道，这一张如果中的话，1000很容易。等一下再给你看，这里就500了。好，这里16500，上面也是16，是不是500加5001000？好，再来，神奇的来了，噔噔噔噔，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是013。有没有神奇？眼尖的透过刚刚那个087的经验已经看出来了，它是1013，一个是7013。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巧妙的雷同？好，手机上这支1000你们已经看到了。来看这一张，神奇不神奇？12号，123，4个12号都是200，上面12号，这800而已，不够了啊！抱歉，这里还有一个200，加起来也是1000，好不好玩？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？当然，最功不可没的还是台面上这只可爱的多尼多尼乔巴。有看过的观众大概都对他不陌生，但是选个幸运物其实也是一个我要告诉你们的苦弄之词，信不信随便你们。现在知道 YouTube 上那么多刮刮乐的频道给你们看是多么幸运了吗？现在知道为何那么多人在看刮刮乐的频道呢？我前面说过，这只是大数据，数据的方向往哪，就是钱容易往哪的方向而已。我只是点出一个方向，开拓的人还是取决在你自己。你收集的数据越多，掌握的方向就越精准。希望大家
也是能看 YouTube 赚钱的人。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喜欢请加订阅，然后赶快去收集你的大数据吧。还有，再说一个小小的 paper， 刮刮乐后面都有一个兑奖截止日期，你选的彩券如果已经出太久了，那就挑新的看，不要一直还在看旧的。知道在说什么吗？这样子你的数据才能不断更新，否则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数据，你会跳不到你要找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不怕说出来的原因，因为在同一个地方你要挑出类似的号码其实不容易，而你也不可能台北高雄每天两头跑，没这种人吧。但是缘分也是运气之一，你大数据找到的方向，你在彩券行一样能看到，那才有用。如果光有数据，但是抱歉，号码都被挑光了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，找近期出的，去找大数据，不断的更新，更新，你才追得上彩券出来的速度，不是吗？好，祝你们百瓜百中，最重要的是加我订阅啦，感恩，再见。